前方大型蹦迪现场，周深燃情演绎 Heart of Peace， 迷幻且不失强烈的鼓点，电感十足。周深2024跨年夜天选最忙音乐人，周深是灵魂歌者，他的歌声真的让人狠狠记住，而跨年夜的周深真的是相当忙，他出现在六大跨年晚会，一个人就是一场小型演唱会。那么今天带你一起回顾深深跨年晚会的神奇现场。一，江苏卫视跨年晚会，周深唱三首歌，化身孤岛的鲸、 Heart of Peace 和璀璨冒险人，每一首歌都相当好听。在江苏卫视2024跨年演唱会上激情演唱 Heart of Peace， 电音蹦迪跳水，周深的舞台魅力大杀四方。邀请你们的荧光棒，电音十足的曲风创造不一样的听觉盛宴，感觉热烈昂扬的力量从每个毛孔渗透而入，太厉害了。另外周深在唱化身孤岛的鲸时，后面有个小插曲，大家看了吗？当他唱到一半后就一跃跳下去了，看直播的和现场的粉丝都吓一跳，原来是舞台效果，跳下去现场就直接躺着唱了，躺着唱还能唱这么好，不愧是周深。舞台播出，周深工作室也马上发了彩排花絮，观众们看到后才松了一口气。不得不说，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哦，直播出来的效果是周深已经站在鲸鱼上面唱歌了，这样的舞美设计让人眼前一亮，确实挺惊喜的。二，央视跨年晚会，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充满温情和希望的歌曲，周深的嗓音柔和而深情，将歌曲的意境表达得恰到好处。北京跨年晚会，周深带来乌兰巴托的夜、音乐学堂和若梦三首歌曲。在演唱乌兰巴托的夜中，他展现出了悠扬美妙的音色，呼麦、弦音、长调。乌兰巴托的夜，那么静，那么美，歌儿轻轻唱，风儿轻轻吹，
声以其独特的嗓音和舞台表现力，将每一种风格都演绎得极具魅力，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，实在太美了。四 ，B 站跨年晚会，周深演唱《前灯之约》、《Unstoppable》和《浮光》三首歌曲。小破站的舞美及创意真的绝，周深的嗓音与电音完美结合，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。最后，周深今晚还将在央视大湾区新年音乐会上将演唱《人间星河》。这首歌曲旋律宏大，充满力量，周深在各大晚会上的表现让人惊叹不已。他不仅展现了出色的唱功，还展现了多才多艺的一面，成为跨年夜最闪耀的明星之一。他的歌声穿越时空，点亮了每一个跨年夜的夜晚，让观众们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魅力。总之，2024年跨年晚会最忙艺人当属周深，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和影响力。一定不能够生病哦，注意身体哦。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会唱？等一下，这个场合怎么弄像演唱会的感觉？往事。